沙画是21世纪兴起的舞台表演艺术，一把细沙在艺术家的巧手中变换出一幅幅充满想象空间的动人画面。来自中国大陆黑龙江省的沙画艺术家严俊杰，从小就喜欢画画，在父母亲的支持下离开家乡到佳木斯学习美术。13岁的他出到外地一个人读书生活，虽然很辛苦，但是对于学习美术可以读大学的理想，让他对未来充满希望。一路读到黑龙江大学视觉传达设计系，也是村里第一位考上美术科系的大学生。毕业之后，他带着满腔热情前往上海从事平面设计工作，但是却越来越不快乐。因为他是一位喜欢创作的人，商业设计无法满足他的创作天性。2007年的某一天，他经过住家附近的工地，看到那里有废弃的沙土，随手抓起一把沙，在撒下沙的那个瞬间，触动了心底创作的灵魂，也开启了他沙画艺术的创作之路。您好，欢迎莅临立德路二号。你好，我们全球的很多的观众朋友其实都有看过老师您在很多地方的创作跟演出。那老师您在什么样的过程当中，您开始接触到沙画来作为您创作的媒材呢？其实在接触沙画那个之前呢，有朋友突然打电话给我，他说哎，你能不能弄这个沙画，做这个沙画表演，他是正好有一个工作要给我去做。然后我在看到的时候，我就想哎，这个那我如果要做这个沙画的话，我应该怎么去做呢？第一，我找不到老师，找不到老师的话呢，我就凭借在网上看到的那个视频，我自己分析它应该是有一个光，然后应该有个玻璃，然后呢应该有沙在玻璃上去画。我凭借这样简单的分析之后呢，我就带着，就当时是带着我的这个孩子到这个我们家楼下去，然后呢去挖这个沙。刚好家楼下有个工地，在建筑工地，然后有沙，我挖下那个沙回来，然后去废品收购站找了一块玻璃回来，然后我就放在那个凳子上边，然后把我做设计的一个灯打在下边，然后把那个沙往上一撒，一撒那一瞬间，我记忆的现在这一瞬间我是一直记忆犹新，就觉得那个沙撒出来之后，我们做艺术的非常注重这种细节，叫做肌理，就是沙子一撒出来，它那种肌理的感觉非常美，因为它有浓有淡，又有自然的那种流动感，这个记忆特别深刻。但是呢是不对的，因为我那个灯和那个玻璃直接透过玻璃能够看到灯光，玻璃是透明的，那是不对的，因为真正的它那个正式的一个沙画台，它应该是玻璃是雾面，雾面的，或者是有一个隔光的一个层，有点像是宣纸一样，就是它要有一点点，它要有一个遮光层，这样的话，实际上我那时候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做的，经过各种研究才把这个沙画给它做出来。这样是，但老师当您成为一位沙画艺术家之前，老师刚刚有提到说你也是一位艺术工作者，对，那老师在演出沙画之前，您是从事什么样的艺术设计的创作？我在这个就有故事可言了，就是说我在做沙画之前，实际上我是做这种叫平面设计，我是从小就学画画，然后上大学是学这个设计，毕业呢就是做这种广告啊、平面啊、包装啊、艺术设计，就一直在做这个工作。但是实际上，我做设计
到后来的一段时间，大概在2007年左右，实际上我的整个做设计的状态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是而且我的内心是极度痛苦的。为什么极度痛苦？因为我那个时候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就是我们做设计已经不能够去表达你设计的想法，也不能表达你设计的理念，也不能表达你设计的创意，这些你都没有机会表达。因为啥？你这是一个工作，你要为客户去做。我那时候处于状态，就是说我当给一个客户去做的话，就是什么小老板做来帮我们改一番，中老板做来再改一番，然后大老板过来全推翻。就是我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实际上你无论你的创意你的灵感是不值钱的，不只是不值钱，你是没有任何成就感的。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迫切地想找到一个突破口。我那时候想找到的突破口就是什么呢？好，我自己建立一个品牌，我可以实现我自己的品牌理想。那个时候实际上我正好在处于我做设计的低谷的一个状态。哎，非常巧合，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说，你会不会沙画？其实沙画整个改变了我的人生的命运，让我找到了我非常喜欢的工作，它又能够创意，又能够表演，又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件事情。我喜欢画，喜欢在舞台上演，我天生就有演的这种这个状态和基因。能够让你迅速的能有个成就感，你的艺术你的创作能够得到回报，这种多重能量加在一起，让我瞬间如鱼得水。老师请问一下，在沙画这门艺术当中，要去呈现有一个故事性来讲，它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我们整个沙画行业现在整体都会充满一种强大的一种希望和能量在里边。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大家都会觉得沙画这门艺术就未来会像书法、像油画、像钢琴，它会成为一个艺术门类存在下去。因为沙画艺术它带动了一个新型的一个艺术门类，叫做美术表演。美术表演，因为以前绘画的话呢，它只是在画室里画，它没办法到舞台上去表演。但是呢，沙画的产生跟传统的绘画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到台上之后，你整个人随着音乐、随着故事、手影、手法，各种各样的，包括绘画的技巧，它不只是一个画。它还有很多演的成分的一个融合，比如说我手这样一推一把沙，然后再一点，我在这个手的变化的同时和沙的运转的同时，虽然是一个画面，但是它这个画的过程当中，你整个人看着随着它的手势跟着它走，随着它的音乐故事情节在运行的话，它变成了一个新型的综合艺术。简单的概念叫美术表演，但实际上呢，我把它定义成一个新的概念，叫做潮绘演绎。
叫做新潮绘画加上演绎，综合一个艺术门类，这是我个人把它定义成这样一个艺术形式。然后呢，沙画它的一个更加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当你随随便便画的时候，随随便便玩的时候是可以的，如果呢你要想把这个变成一个门类，变成一个艺术，变成一个精美的一个作品的话，那你要注入的含量非常多。你不仅是要有编写故事的能力，你还要有一个现场的表演的控制能力，然后呢你还要加上你的身体语言，加上你整个舞台的它的一个艺术氛围的一个打造，它是一门非常综合训练你多个维度多个思维能量瞬间综合的一个叫做界面艺术。你的多个能量组合在一起，然后瞬间一个界面打出去，给人家传递出一个信息含量，那你背后的这种功夫啊、能力啊，以及绘画呀、理解呀、表演呐、创作呀，它是需要非常综合的一个艺术门类，但是更重要的，它是需要在一瞬间把它传达出去。所以说它对你的功夫要求的训练能力和把控能力，以及这种挑战性是要求是非常强劲的。那可否邀请老师来为我们观众们来演绎其中一个作品？有啊，我有现场特别给大家准备了一个作品，叫做《是你》。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欣赏由严俊杰老师为我们带来的《是你》。设计这个作品，第一，这首歌让我非常之感动。实际上我有一种能量在创作的时候，仿佛一种能量在空中流动，也在手下流动。这首歌的随着音乐这种流转的话，我的沙也在随着这个音乐在进行流转，有一种叫做行云流水的一种感觉，就说你的意识、你的能量跟你的作品会整体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作品的表达，是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
师，您除了在做水沙画的创作之外，您也开始做了水画的创作。对对对，这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介质。哎，非常不一样。当然这个水画呢，实际上我们后来了解到，水画实际上要比沙画还要早很多很多。是从阿拉伯那边传过来，实际上它那边很早很早，应该在几百年以前甚至上千年以前，他们就有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只是我们那时候还不知道。借着沙画的契机，因为沙画蓬勃发展，人们希望有更多的艺术形式，再加上互联网的传播，然后呢，我们就在网上看到了在水中作画的这个形式。我们当时看到也是极度兴奋，同时极度痛苦，这是怎么做到的？对，我们尤其我们这种对艺术有追求，很想这个掌握这种技术的人，就更加痛苦，就想这怎么能做到？所以正好赶上那个2010年那个契机，然后我们就拼命去研究怎么才能够在水面上进行画画，所以说就开始大量的去买燃料，因为那个时候你也是找不到阿拉伯那边的技术资源嘛，所以就开动脑筋拼命的去研究去试验，买各种各样的这个燃料，运用各种各样的这种试剂勾兑，然后在表面在那个水面上不停地做实验。然后呢，刚刚好2010年在中国有个世博会，上海世博会。然后呢，那个阿拉伯国家馆就有一个水画艺术家在那现场做表演，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自己跑过去站在那个水画艺术家旁边，整整站了将近5-6个小时，我就在想他是怎么做到的。拼命在看，拼命在研究，然后呢也看他旁边摆一本书，然后在他书里边偶尔字里行间看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颜料，就是燃料勾兑的一个试剂，叫牛胆汁。牛胆汁是一种绘画燃料，实际上我们市面上本身就有，然后又赶紧跑回去买牛胆汁，再回来再搅拌燃料试验。经过这样的过程，我当时试验的时候有一个画面，就是我们要试验的话呢，你在水面上画，画完之后呢，你这个画的不好嘛，然后你就要用一张纸把这个吸起来，再丢掉，再画。我当时那个报纸啊，就是吸起来画，吸起来画，就感觉有我半人高。哇，老师你太用心了。对对对，拼命的实验呢，整个工作室到处都是燃料。就我当时为了把它能够研究出来，整个我就用这个画面给大家描述一下，我当时拼命研究那个状态。沙画是我还有一个玻璃有个介质，然后在老师你不断试练跟练习下，你的力道的掌握就像那个发劲，对对对对，你可以多可以少可以怎么都还好掌握，就多练。可是那个水画不是，你要
多也不是，少也不是，是他有时候不是多也不是，少也不是，是你开始你根本画不出东西来，然后你画的话，你那个他要你那个染料啊，一定要浮在水面上。可是我们经常画两下，染料就沉底儿了，就沉下去了。就是你没法弄。那老师你在研究这个水画的时候，是不是有些颜料是在水面上，有些在水面下？就是我们研究水面上的画，研究研究差不多之后，然后迅速又出来在水里水面下啊。那在水里边画这个是完全是就是来自中国了，就是也是我们同行的一个艺术家，他是最先把它研究出来的，是在水里边画，在把那个墨滴到水里边，在水里边画，那个难度就更高了。但是他把它研究出来之后，然后后来呢，我们也是大量的这个行业就一起把它再研究再发展，变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艺术形式了。就是我个人的总结经验，就是只要我们不停地去追、去研究、去挖掘，总能得到一些结果。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体验。我觉得这也是在艺术创作上面最重要，就是那种不断的挖掘，不管是从方法的技法上，或是内心自己的那种很多的挖掘，都一直在去开发，然后交流。我过去这将近十几年吧，整体的状态就是，我现在一回想，我就是整个状态就是不停地在研究，不停地在开发，不停地在去实验。但是有一点，透过这些大量的这些艺术形式的自己亲手去开发创造，我获得了一种感觉，就是你获得了一个天然的自信，一个能量，就是这个自信是你经过大量的这种挖掘和实际的这种研究当中，在你身体里边长出的一种能量和自信。那老师在沙画跟水画之间，您自己在哪一种创作上，以你的心境来讲，你觉得最舒服呢？从舒服的感觉来讲，都有舒服的感觉，都是很喜欢的。但是从艺术的分类来讲的话呢，沙画更加适合，就是它的艺术的能量密度更高。而且我把沙画已经，创作成了一个沙画舞台秀、沙画舞台剧、沙画舞台故事秀在巡演。那因为我看到老师在做水画，有时候演出的时候也蛮特别，是它就很像水墨画一样，它就是少少的。可是那一份留白的概念，就觉得哇，也很有意境，这样。对，您讲的留白特别重要。它有一种水，当你一滴墨点下去之后，它慢慢的散开，它有一种这种精美的流转的感觉，而且它那种水墨在滴到水面上或者滴到水底下，它在水中散开之后，本身那种美感就很能够影响你，这样就是让你很感动，看起来。你感觉非常的疗愈。对。
其实老师您对于美学的掌握度其实非常非常漂亮。老师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之下您开始学习到认识艺术或走上艺术这条路？我要学艺术的话应该从小说起了，因为我很小的时候这个就喜欢画。其实我喜欢画有个最明确的一个记忆点，就是当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个电影叫少林寺，然后那个电影演出之后吧，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对那个少林寺那个宣传海报，就是一个觉远和尚，他有个宣传海报，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动作，我对他那个海报那个标志性的那个动作，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种天生的极强的吸引我，然后我就疯狂的去画他那个动作。我现在想起来至少得有上千幅画吧，就疯狂的喜欢画那个和尚写那几个字。这时候我家里人，我爸我妈就感觉到，哦，这个孩子他画疯掉了，就整个人画疯掉了。真的，我那时候非常深刻的就是他们出去干农活，我自己偷偷躲在仓库里出去画，还有一种负罪感，有一种罪恶感，因为小时候你都要去干农活嘛，恰恰偷偷的没去干农活，躲在仓库里去画画，这个有罪恶感。然后那个时候我爸是在农村，他是木匠木工，那个时候我爸我妈就在想他是不是可以给送他去学画画，然后我爸给人家做家具，然后呢送他去学画画可以回来，那个时候家具上都要往玻璃上画画，家具上都要配玻璃画，然后呢让他去学一个玻璃画，然后爸爸打家具，儿子画玻璃画，是一个很好的组合。那个时候想象力也就能想象到这个程度。然后妈妈和爸爸就在那个听收音机，到佳木斯有一个叫私立迦南美术学习班，就想把我送到那个学习班去学画画，然后老爸陪着我坐生平第一次我们坐火车，坐了好像大概十几个小时火车到佳木斯去，然后就到那儿美术班去。我那时候才发现原来人家有叫学什么素描啊色彩啊，才知道这个画画是可以考大学的。然后回到学完之后回来，老妈看到就很失望，说本以为说可以学画玻璃画，就是传统的民间工艺，那就可以去挣钱了。对，结果呢回来去画一些素描的人头啊脑袋，说你学这些干嘛，就是完全不一样啊，这是你们没有画一些山啊龙啊画对啊画一些山山水牡丹、啊、对对对对山水。然后呢结果回来说画一些这些东西，这是什么东西啊，说这能考大学。但是呢我很幸运，就是说我遇到一个很好的爸和妈，他们虽然不知道怎么教我，但是呢他们有一种天然的随性，他觉得我就是天然的简单和单纯，发现儿子想象考大学，那时候在农村想象考大学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事情，是个一步登天的事情。但是呢那个时候爸妈却就会跟着我想象，他说发现啊你想考大学，他就跟着你想象让你去考大学好了。一般人是不能理解的，说怎么可以，就说是觉得你孩子这样是异想天开，这是不能实现的事情。所以说我很感谢遇到这样一个爸妈，他们就会很随性地跟着你想象，然后我就开始为了考大学又开始训练画画，就这样一步一步。考大学很难，然后考了两年才考上一个私立大学。也很辛苦。哎，很辛苦，非常辛苦，考大学的路非常辛苦。就是当时到那个更专业的考大学的美术训练班去嘛，然后我那时候记得自己是要带着那个土豆啊白菜啊带着菜到那个省城去，然后租一个十几块钱一个月的一个床位，然后自己做饭去学画画，这样是就是这样一路这样慢慢磨。对，然后好不容易才考上大学学艺术设计，毕业呢就进广告公司，然后就一直在从事这个艺术方面的行业。这样老师是刚刚是因为有朋友介绍所以要来做沙画，然后呢又看到了水画，那什么样的机缘开始让你发现到光也能够来作画？光画的话是在这个也是在2011年的时候，然后也一样也是在网上突然看到一个光画的作品。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有一个圈子了，大家就希望找到更好的艺术形式，像水画一样。然后呢有朋友马上就发一段光画给你，一样也是经过大量的这个往日本去打电话，反复去寻找这个东西怎么做的，光笔是怎么来的，到哪里可以买到光笔，买不到光笔自己怎么做光笔。
今天在采访三个东西都非常的不一样，沙画就是很难留下来的，然后水画是很难掌握的。对，那在光源这样东西对你来讲，它的艺术创作来讲最困难的会是什么？最实际的难度，实际上我们走过来它有三个。第一个就是它，我们要怎么制作那个材料，怎么要制作那个光化幕布，这是第一个难度。第二个怎么制作那个，怎么做那个光笔，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难度。还有一个就是要表演，就是你要把整个这个光化过来，如果说你拿过来只是这样画，它就像写字签字一样，那就是没有看点嘛。那你怎么设计这个表演的过程，然后它不只是画，怎么样你还要用这种什么光影来进行遮挡，然后呢怎么样把这个整个一个故事把它串在一起，如果你做一个十分钟的表演怎么样看起来丰富，这个里边就是要有很多的设计在里边。首先说那个做那个光布，那个光布首先我们就懵掉了，最开始看到它那个光画神奇在哪里，首先你用光，然后呢在那个布上去画，然后让光能停留在这个布上，然后包括那个光布怎么把那个荧光漆，它是一种荧光漆，我们怎么把它涂到那个光布上。最开始我们用刷子去刷，刷出来之后结果它出来的质感不好，上面有刷子的痕迹，然后我们就想用那种那个叫做滚筒，那滚筒就滚好了，好了，这块布做出来也还可以了，但是这块布它直接它就会收缩，然后你就已经它你把这个布摘下来再往原先那个画框上去绷的话，你就我们讲要绷就是拉紧，把它拉紧，再把它扣上去，就非常之难。但后来我们就开始研究的经验，做好的光布直接每次演出完必须立刻把它再绷，再把它撑起来，要不然这个光布就废了。它这中间有很多很多工作，很多辛苦，当然也有很多快乐了在里面。老师，那那个你们家小朋友也有来试过玩过光画？他们很喜欢玩，而且他们很喜欢站在那个光布面前，我把他们影子照上去，他们很 happy， 各种形态，各种样子，对，特别喜欢。而且他们喜欢把手自己用那个光影照上去之后，他又把自己手指哗又画得很长，就是很好玩这样。
在今天的采访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严老师您从沙画到水画到最后面这种科技感的光画，对对，老师其实一直在不断挑战各个不同的媒材。对，老师您还会懂其他的哪些不同的技法吗？我这个人，我的基因里面实际上是非常喜欢创造的，而且我天生的一个状态就是说非常喜欢能够发现一个全新的世界。嗯，所以说在这里边我就极度的想要去追求有更多的媒介或者更多的方法或者更多的跨界的形式组合在一起，来进行一个创造力和表达和艺术形式的一个探讨。之所以叫做潮汇演绎，我个人现在已经能够叫做马上上手就能够表演的就会至少十几种艺术形式，这都是一种艺术新潮绘画演绎的一个艺术形式，包括光画，包括我们现在运用 iPad 运用 iPad 进行的一种电子软件的一种绘画。而且老师我记得你好像有做一个是用 VR 的来表现， 对不对？这也是我要跟你讲的表述的，就是它不仅是用 iPad，包括还有用 VR 最新的一种 VR 技术进行绘画，而且 VR 的绘画已经完全变了，已经它不只是平面介质立体的 VR 是整个在一个空间里面进行一个绘画。然后呢，包括我们运用一种叫做炫光绘画，用一种灯光借助这种摄像机打到这个电子屏幕上，在也是在空间里面进行一个绘画。这种绘画形式我们把它定义叫做流光溢彩。还有一个就包括我们用粉，就是你在这里边画画画画半天不知道画什么，唰撒上去一把粉，然后再倒过来，对，然后就变成一个人，变成一个迈克尔杰克逊的一个头像。嗯，对，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所有的艺术形式我把它定义成叫做潮汇演绎。在这条路上我们进行大量的探讨，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这样一个工作，非常喜欢创造力这样一个工作。嗯，那老师，因为您有刚刚有提到说沙画等于是老师生命中的一个大转折，那老师在这几年的演出邀约也不断，那老师如果你现在有一句话送给一个以前的那个你的自己，你会想对以前的你说什么？不管什么时候在绝望中寻找希望。这是我要送给以前的自己。当然实际上我无时无刻都警惕的。对，我不过有一点就是我要讲的是什么呢，我的这个思维基因和这种情绪的曲线，因为是搞艺术的，他就会很敏感，遇到感觉很有感觉的时候情绪就很高涨，就是有的时候遇到负面的时候情绪也很低落，所以说我的情绪 曲线是一直是波动很大。那如果我现在给自己的情绪曲线的一个建议，就是尽量不要波动那么大。当然实际上我当时在从做平面很痛苦，我个人认为精神跌到谷底的时候，到遇到沙画，我为什么说幸运呢？如果说我没有遇到沙画的话，实际上我的情绪会非常低落。其实是很难的。我现在可以这样告诉自己，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其实我当时，我的情绪是非常痛苦的，是非常低落的。我是很幸运的遇到沙画，让我瞬间长了翅膀。那老师，因为现在我们已经走入21世纪，那其实现在的很多的艺术人用任何媒介任何一种方法都想要表达很多自己的情绪跟情感，那老师您自己走身为一位过来人，可否为全球的目前在生活当中有困境的人给予他们一些鼓励的方法，然后告诉他们如何走入人生中的低谷？我个人给了一个建议的话，就我有一个理论叫种树理论，就是说在你多难的时候，先在你心中种一棵小树，让自己先向着正向的方向，先给自己种一棵正向能量之树。就是说当你最难的时候呢，你可能是没办法去瞬间把自己状况变得好转，当然了有一点点的好转都会带来一个更大的能量，这样。老师，那今天在节目最后呢，老师可否为我们带来最后一个作品献给我们全球的大爱观众？好啊。我最后有给大家准备一个作品叫做大爱让世界亮起来。哇，太棒了，谢谢严俊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采访跟对全球所有的人们的鼓励，希望在老师您的分享之下呢，让更多一起走出生命的幽谷，然后就像大爱让世界亮起来一样。谢谢姚老师，谢谢。
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实际上我内心是充满了感动，我内心充满了感动，创造了这样一幅画。最开始我表达的是有一些灾难的场景，因为在我们这个世界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困难的这种苦难。虔诚的心迎接每一个希望的清晨，歌声飞扬，答案让世界亮起来。在这个场景上，我首先画一个起飞的一个鸽子，然后呢一只手托着它飞起来，然后呢紧接着是画一个小朋友，他会展开我们的双臂，因为我们在这里边我要传达的是一个希望在这个画面中慢慢升起的一个感觉。创造美丽境界，传递大爱到世界各处，心是世界的地图，爱不分日落日出，蓝天白云从不孤独。然后呢再画一个妈妈含着眼泪看着这个希望，看着这个希望在长大。最后呢我画的是两个手在握在一起，头在叠在这个画面当中，然后我们运用沙画的再进行旋转的方法表达出一个宇宙空间。要跟大家传达的一个理念就是，我相信这个世界当中如果说有一个力量存在的话，那这个力量就是你的爱，只有爱才能让这个世界亮起来。描绘真实人生，抚慰人间疾苦，激发善良的心灵，跟随菩萨的脚步，创造美丽境界，传递大爱到世界各处。心是世界的地图，爱不分日落日出，蓝天白云从不孤独。感恩的心守着每一个平安的夜晚，期待明天答案让世界亮起来。感恩的心守着每一个平安的夜晚，期待明天答案让世界亮起来。